藏世界品，右旋十海。第一，立垢严藏海，它也有二十层世界。请看第十六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旃檀月，七行八语，一金刚旃檀宝海柱，这是讲他的一柱，珍珠化摩尼云弥覆其上，这说他的上空有十六个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纯一清净。这一句很重要，佛号最胜法无等智，世界名号为旃檀月，旃檀是宝箱啊，月是比喻啊，比喻清凉的意思，这个世界是清凉世界，我们想象宝箱清凉。再看看世尊这个介绍末后一句，有纯一清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净土，佛的德号最胜法无等智，最胜法是哪个法呢？就本经来说呢，嫡指大方广佛华严，这是究竟圆满的大法，当然无等了，世出世间没有任何一法了能够跟他平等，意思就是说这个法第一殊胜呐，最胜法了，无等智，这智慧呀到究竟圆满。我们从佛的德号知道佛在那边的教学确确实实跟这个地方啊华藏世界一样，毗卢遮那世尊主导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实在讲呢是华藏世界周围环绕的一个世界如果是以华藏为中心呢，娑婆是华藏的眷属，这个眷属插图里面有进有会有进会混杂的这种世界像娑婆世界就是这种情形
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是纯一清净的，但是方便土、同居土呢，就染污了，就不是清净的相了。那么最胜法无等智如来他教化的这个世界纯一清净，说明四土里面只有十宝土、极光土纯一清净的，没有方便同居土。何以没有呢？我们在佛名号里面看到了，佛陀教化众生啊，以最胜法了。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啊，多少也能够体会得宇宙人生真相的少分呢，多分我们不敢讲，能够体会的少分呢。从这一点点体会，我们晓得事出世间法教学第一了。中国《礼记》学记里面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我读了这一句，我有相当深刻的体会。小从个人，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什么事情对我们是第一重要的呢？教学。谁在教我们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看善财童子，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在教我们呢。我们自己要知道好好的学习人事物六尘境界，善教啊，我们要善学啊，这个道理要是明白了，要是清楚了，我们跟善财就没有两样啊，无二无别。善财为我们实现的，一生成无上道啊。我们走他这个路子，我们有信心在这一生当中也能成就无上道。啊，为什么呢？最胜法了，最胜法就是这个世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我的善知识。啊，我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学习随顺发现。
学习远离烦恼啊，说远离烦恼还是方便说，真实说是怎么个说法呢？转烦恼为菩提，在这个世间法里头，就一切法相，在这个里头啊，见法性呐，啊，这个境界就转过来了，不随法相转呐。法性永远不会随法相转，法相有生灭，法性永远没有生灭，法相有染净，法性永远没有染净。修行正果，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什么意思呢？说个实在话，就是他不随法相转了，他能在法相里面见法性，这个就是转烦恼为菩提，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说法尽管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是一桩事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深法，会转能转，那是真正的无等智啊！从佛的德号，我们应当有很深的体会，没有智转不过来啊！一般凡夫为什么会随着法相转，在相中不能见性，在事中不能见理啊？什么原因呢？着相了啊。随着法相转那很辛苦，而不知道啊，法相是虚妄的，法相不是真实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都是法相，皆是虚妄啊。啊，虚妄的后面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是法性啊。法性能现，法相所现，法性能变，法相所变啊，能现能变的永远不变。所现所变的刹那不住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为什么他们这个世界纯一清净啊？这个世界的居民，佛的弟子
都明了事实真相，都不会被境界所转，不被境界转，他就能转境界。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这个经上讲的是转无，那我说的是讲境，大家好懂。转无跟转境是一个意思。佛在四义法里头教导我们，一义不一语，言语不管怎么说法，意思是一样的，那就对了。要紧的是在境界上能够转过来，不要随着境界去生灭。随着境界，我们的心是生灭心，生灭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大乘经上讲，常住真心，性尽明体。那是自己，那是本人啊。除这个之外，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自性的相分。古德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在净土里面，你要见唯心啊，在弥陀相好里面，你要见自信啊，那就对了。见心不着相，这个是最深法，这是无等智啊。话说起来很容易啊，真正落实在日用平常之中，哦，就难了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习气太深太重。那要怎么办呢？诸佛如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常识熏习啊，那初学的人叫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切染着是无量界熏修成的，其实他没这个东西啊。绝非事实，没有，好像有，
这个虚妄的思想见解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障碍了我们明心见性。啊，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本能，恢复自己的智慧，恢复自己的相好。唯一的方法，诸佛如来所传。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应当随顺呢。啊，不但说你有出路了，这个出路出离生死，永脱轮回，超凡入圣了，做佛去了。就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圆满成就。啊，问题我们肯不肯干？啊，真干，肯不肯把这个世缘放下？啊，世间在现前，不错，确实有很多苦难的众生。我们看到了不忍心啊，啊，应当去帮助他，但是一定啊要记住佛的教诲，我们要以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一知不一失啊，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我们才能成就啊。一定要知道，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啊，今天早晨东天目山齐居士给我打了个电话，啊，告诉我山上有一位居士往生，瑞相稀有啊，欲知实质。他跟齐居士讲他三个月往生，其实他走的时候距离三个月差两天，他告诉我，我说这是他来示现的，来做给我们看的，啊，告诉我们受持无量寿经汇集本，依教奉行，往生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走了以后36个小时，给他入殓的时候全身柔软，面目如生，啊，他们做成录像带，啊，会寄到这边给我们大家看。
啊，这个人再生的时候非常可怜，啊，贫穷潦倒，遇到佛法了，一心念佛，啊，活的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他，啊，没人瞧得起是替他消业障，啊，业障消除啊，往生自在啊，他没有障碍了，啊，在道场，如果说受到这个道场的优待、礼遇、恭敬、赞叹，那是消他的福报啊。啊，他有大福报、小福报啊，在道场里面做义工，没人瞧得起，啊，甚至每个人嫌弃他、讨厌他，小业障。啊，你看谭旭老法师给我们讲的，在这个东北极乐寺往生的修武师，啊，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修无师是出家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家之后，在寺院做粗活，往生的时候那么潇洒，那么自在。地贤老和尚听到了，赞叹了。是我们真正修行人的好榜样啊！出家人要做出家人的好样子，在家人要做在家人的好样子。啊，不要以为啊，他们有知识，啊，他们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啊，仔细去观察。他修的是最胜法，他成就的是无等智，跟世间人见解思想不一样啊！啊，往生就是做佛去了。啊，这个天目山这些年殊胜，啊，由王僧站着走的，啊，坐着走的，啊，欲知实质的，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讲，信、解、行、证，这是证啊，给我们做出证明啊，来给我们看呐。菩萨实现啊，在历史上我们曾经读过过清寺的寒山拾得、风干和尚，啊，都是在道场做义工的，啊，在道场也是没人瞧得起他，到后来身份铺路了，大家感觉到忏悔了。寒山拾得文殊普贤的化身啊，风干和尚阿弥陀佛再来啊，啊，真的说是真人不露相啊，露相非真人啊。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待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不能有丝毫分别执着。无论这个境缘是善是恶，是顺是逆，总以清净平等心来对待，我们才能看到事实真相。稍稍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就错了。错在哪里呢？轮回心看世间，世间是六道轮回，立分别执着看世间是跟诸佛菩萨一样，是从一真世界来看世间。五等智慧现前，一真法界你见到了。学佛尤其是学大乘，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再看底下了，这个是在上面一层第十七层，此上过佛刹微尘俗世界，名力垢光明。这世界的名号，其状犹如香水旋流啊。这是它的形状，一无边色宝光海柱，这一句讲它的一柱，妙相光明云，弥覆其上。这世界的上空有十七佛刹微尘俗世界围绕，佛号遍照虚空光明音。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应当如何学习？世界名号力垢光明，垢是烦恼，是染污，离放下了。放下了烦恼染污，自信本具的般若光明就现前了。早年张家大师教我菩萨修行的方法，我要求的是简单明了，他老人家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真的是简单明了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无上道一直到成佛了，就用这个方法。我这一生得老师指教
不能说有很圆满的受用，但是可以说有相当分量的受用。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当我们心里面有烦恼现前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老师教我放下。这很管用啊，心里头就没有烦恼了，就恢复平静了。平静的心起照见的作用，会领会到更深一层的意境。在哪里学呢？一切时一切处，生活当中学，穿衣吃饭里头学，工作里头学，和长官、部属、同事相处，在应酬里头学，处事待人接物，人是个社会动物，不能够独自生存的，人都要互相依靠。我们穿的这件衣服，布不是自己织的，裁缝都要依靠别人的，我们喝一杯水，水从哪里来的？多少人力物力使我们这个方便呢得到这个饮水呀、我们吃的饭，每一粒米多少人辛苦在那边工作我们才有这一碗可口的相反了，这说明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社会大众。我们应当怎样跟社会大众相处？从这个里头学，看破放下。放下再又看破。不断地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一直提升到圆满菩提，提升到佛经上讲的无上正等正觉，这是我们没成佛之前学习的目标啊！成佛之后啊，那就有另外一个目标了。那个目标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没成佛之前，我们唯一的目标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佛之后广度众生
啊，那个时候智慧也圆满的开显了，啊，帮助一切众生，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所以普贤菩萨，你看在行愿品里面跟我们讲的，无有疲啊，永远不会疲劳，不会厌倦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我们世间人没法子体会啊，说随心所欲，佛菩萨没有心，哪来的欲？啊，所以这个境界呢，世尊给我们说作不思议解脱境界，这是佛了。不可思议里面勉强给我们说出这么一个名词出来，我们不能够执着这个言说，不能执着名相体会当中的意趣，这个重要啊。希望我们自己天天有进步啊。啊，我们今天仔细啊，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我相信啊，你跟我一样啊，真正呢体会得佛法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无比的殊胜啊。世间即使是有相当聪明智慧的人啊，但是这个聪明智慧是世智变聪。为什么叫他世智变聪？他没有离开分别执着，他在日用平常当中还是有分别心，还是有执着啊。只要没有离开分别执着，他的聪明智慧就叫做世智变聪啊。为什么？他不能脱离六道这个世界啊。六道从哪里来的呢？从分别执着来的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脱离六道了。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啊。如果分别也没有了啊，世出世间法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这个人脱离十法界了。四圣法界里头
没有执着，有分别。六凡就是六道里面有分别，有执着。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说的太多了，还要说，永远在说。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离开吗？没有放下吗？放下之后啊，还要说，那为什么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有许许多多没放下，没看破，所以要做出一个看破放下的样子给他看。这度众生呢，所以诸佛菩萨在九法界的示现，是永恒的。不是一时的，不是有阶段性的，没有，永恒。众生没有度尽呐，佛菩萨的示现就不会终止啊。我们如果细心观察，哎，就开智慧，就知道他那个做的，原来我们想的好像没有道理。细心冷静观察了，发现他有道理在呀，他很高明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呀。你想通了，想明白了，就叫做看破。你看破之后，一定向他学习。一定把自己的妄想执着放下了。随顺佛陀善知识的教诲啊。他那个里头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道理太深了，我们见不到。这些人他常常他也不说明。他为什么不说明呢？还是有道理。叫你去悟啊！你要是悟的，是你真的智慧开了。要跟你说明呢，说明把你的开悟的这个机缘堵死了。所以教下有说，宗门不说。为什么？宗门的学人根利要帮助他往上提升教下了中下根性的人这个境界他永远没有办法误入那怎么办呢？就不得已说给他听。他在言说里面明白了虽然明白不是彻底，不像宗门，宗门的明白是彻底，是他自己亲见教下的明了的是听别人说的，不是自己亲证别人亲证呢讲给我们听的，差一层啊，这一层差距很大了所以诸佛说法了，我们称作
光明印呢，称作梵印呢。啊，梵音是清净，光明是智慧呀。啊，音声形象里头充满了清净光明。啊，我们要是见到了，就叫看破。啊，怎样才能看破呢？一定要放下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你放下一分，你就能看到一分；你放下两分，你就能看到两分；你能放下十分，你就能看到十分。你能看到多少，看你放下多少。啊，但是看破多少呢？又能帮助你放下多少？啊，所以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呐。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啊，就这么回事情。啊，你是从哪里做起呢？两边都可以。大概呀。所智障重的人，从看破啊，这个第一关呢，看破比较方便。烦恼障重的人，这个起步啊，是从放下方便。啊，实际上讲呢，这个不是一定的。方便说而已啊！啊，立垢是清净的，是放下了；光明是看破，啊，很明显的嘛。啊，佛的德号遍照虚空。遍照虚空，视线的德相，光明音是形容佛的说法，佛的音声充满了智慧。佛的形象显示出大德大能，实际上是一尊佛如是，一切佛皆如是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天跟大家讲经说法，啊，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了。经典上的文字是音声的符号啊。我们今天展开经卷，字字句句无不是清净光明。啊，那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的音声是不是清净光明？啊，清净光明的色相音声从哪个地方出来的？根在心啊，心地清净光明啊，色相音声自自然然就随着转变了吗？
归根结底还在心地。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